哎哎哎！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上药。公子，我这不是要占你便宜，我是要给你擦药。那剑上不知道查了什么毒，如果不及时擦药的话，日后这胳膊怕是要废了。哎嘿！大当家请自重。 大庭广众之下，大庭广众，过来吧。 你就当他不存在，快点！哎，别动，我自己来。